各位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一起来学习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好，我们继续学习第32愿拿罗愿身愿，第33愿光明慧边愿，第34愿三坛法要愿。皆得金刚那罗延伸，意思就是说身体呀、强壮不坏稳固，所以极乐世界菩萨大众们的身体，他的机器是非常强壮，不会坏，很稳固，没有经过生老病死苦，没有，绝对是清寂之身，无极之体，非常清净啊。它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条莲花化身，第二条愿力成就的身，第三条心清净，所以这个原因，这个真报是莲花化身、愿力成就的身，还有心清净。那么它的依报啊，是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呐、就是这样。相反，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身体，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身体呢？它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条是胎身。我们了解胎生之苦啊，怎么样啊？我们投胎在母亲肚子里面是叫做胎狱，在里面啊，我们受啊无量无边的苦啊，胎狱啊。可是为什么我们一生下来都哇哇大哭，苦啊苦啊，而我们不能讲话？如果我们能够讲话的话，我们一定会告诉大众在胎狱是怎么苦的。唯有佛阿罗汉菩萨才能够知道清楚明白胎狱是什么，胎生是什么，无量无边的苦啊。所以我们一来投胎都经过无量无边的苦，何况我们有了这个肉身，慢慢慢慢长大，慢慢慢慢经过变化无常的这个阶段，让我们老化、生病、死亡，这个非常的痛苦的一个机器啊，所以我们用的这个身体啊，是变化无常、苦痛、臭秽不堪、恶臭不净的这个身体啊，恶臭。臭秽啊，不净啊，不清净的这个身体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身体，假的这个身体来心愿念阿弥陀佛，希望能够做到像虚云老和尚这样，把这个身体转为莲花身，转为他的修行的工具啊，修行的东西啊，我们要利用这个身体才是真正没有辜负了这个
假的东西，虽然假，虽然苦痛，但是我们要好好利用，来真正的修行，来信念念阿弥陀佛，回家，回到我们的自信弥陀，回到我们的自信净土，这才是真正有意义，所以因为我们太深，那么所限制来这个肉身是什么？苦痛的。第二条，业力，这个业不是怨哦，业，业力成就的身体，我们想想看呢，业力成就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呢？你看《无量寿经》所讲的，众生业力不可思议，真的是千百亿化身啊！何其这些能生万法，可是我们生的万法是什么法呢？是三途恶道的法，是贪嗔痴的法，娑婆世界的这个业力不可思议变出来的。你看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这些动物畜生到各种各样啊，有小的，有大的，有什么，有很多脚的，有没有脚的，有什么东西都有，千百亿化身，真的是千百亿化身。什么动力呢？业力。你看海族类的众生，各种各样都有啊，海族类的众生啊，那个全部都是未来佛来的，他们有自信弥陀的，但是为什么会变这个样子的呢？业力，业力果报啊，所以众生无量无边呐，所以我们要度的众生无量无边呐，所以我们想想看，这个是娑婆世界众生无量无边业力我们会来投胎是什么动力最大的呢？业力。如果我们愿力的话，我们不在这了，我们已经在极乐世界了我们不会再受苦受难了，因为业力做主，临命中在紧要关头的时候，我们临命中的时候做主的是我们的业力，像我们昨天学习的，临命中烦恼习气业障做主怎么办？什么助念要帮助你念佛在你的旁边呢？你所听的不是阿弥陀佛，你的力量做主是什么呢？你的烦恼习气业障做主，继续搞投胎啊，就是我们了，现在了，这样子的所以危险不危险？很危险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很提倡很劝导，就是什么，我们的世间的责任已经完了，父母不在了，够了，不要再忙忙碌碌了，你的儿女儿孙自由安排，他自己自由安排，他自己会独立，你不必操心，你做好你的生死是大的问题，做好来，你不要以为要像老阿公老阿婆这样在家里
能够一直是自自在往生，那个是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之人才能够做得到的。对我们呢不一定能够做得到。为什么？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业障烦恼习气太严重了，必须去磨练一下。在一个有缘的道场，你住在那边十年来磨练，永远不要出，永远跟这个外面的人断尽，你才可以入那个老阿公老阿婆的那个境界。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你要engage 在家里啊，念佛啊，这样子啊，还有处理这些世间的事情，那你就继续搞轮回吧。临命中肯定是业障烦恼习气作主，怎么办？继续搞轮回。问题就是将来的世界我们不敢看了，所以还要搞轮回，那你自己好好保重就好了。所以我们的业力一定要转过来，转为严力，愿力最强最大，愿力做主，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愿跟阿弥陀佛48愿愿愿相应，才能够往生。愿生我国，就是愿到极乐世界成为菩萨，来转过头千百亿化身来普度一切众生，这才是真正的愿呢。所以愿力做主啊。第三条的原因，我们有这个苦海无边的肉身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污染心贪嗔痴心做主。极乐世界的大众是心清净做主，我们这边的心是贪嗔痴污染心做主，所以现出来它的依报是什么呢？苦痛恶臭不净，然后变化无常的一切的事物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我们娑婆世界的那个石头泥沙是硬的，是刚强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众生娑婆世界的心是刚强难度，是执着心，是贪嗔痴心，是污染心做主，所以变出来这些事事物物都是这个样子的。极乐世界不一样啊，极乐世界是心清净做主，所以它的依报所现出来这些宝树啊，这些树木啊，这些花草啊，这些花啊，这些宝啊，啊七宝啊，黄金啊，都是柔软温柔的啊，清凉温柔柔软啊，还有放香啊，所以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娑婆世界绝对要放下万念，不要了，不要再提再想，不要，千万不要时时他地的老实念佛，真正做到老实念佛了啊。这个老实的意思就是万念放下，念佛的意思就是心中有阿弥陀佛做主，就这样，这叫做老实念佛。
你还没有万年放下，你还不能入那个老实的境界。老阿公老阿婆就是老实的境界，他老实啊，什么都不有了，放下了，老实了，持持阿弥陀佛念佛啊，心中有阿弥陀佛，所以他能够一直是自自在往生。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以意为食，禅业为食啊，禅定来的，在定中啊，极乐世界的菩萨大众都是在定中，以意为食，清净的国土啊，法净土啊，所以我们的愿力要强过一切。接下来坚固之力，意思就是稳固的意思，坚固之力。身顶戒，意思就是身体头顶有光明照耀。我们看佛像后面有炎光，意思就是清净心光，眼光啊，我们看这些画造的佛菩萨的像啊，都是有一个眼光啊，这个光是代表佛菩萨的心是清净心的光。那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光是什么呢？是黑光啊，后面所看的都是黑黑的，意思就是贪嗔痴心作主。接下来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获得无边辩才的意思就是普度众生。极乐世界的菩萨众生天天都普度众生啊，千百亿化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比如极乐世界大众菩萨看到他的恩爱眷属已经做一个波比，所以佛菩萨应以波比身得度者，即现波比身而为说法，就现跟同类的他们，跟他们公公教他们。你要知道啊，菩萨在说法，叫他要看破放下，老实念佛回家了。接下来三坦诸法迷要，三坦的意思就是讲出一切法，讲到刚刚好，所以菩萨讲经说法真的是对一切众生的根基非常的是好，刚刚好。比如这个人他的境界是在什么程度，就是他讲法跟他的境界的程度一模一样，所以这个众生能够接受，能够欢喜学习，意思就是说入他的根基一样啊。佛菩萨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诸法就是一切法，密要，这个密就是生密的意思，要就是恶要，所以三坦诸法密要
讲出一切法生密啊，讲到刚刚好。接下来说经行道，说经行道就是说念佛法门义理，行道就是表演菩萨啊，菩萨表演啊行道的意思，就是说念佛法门的义理，说经行道啊。菩萨才能够做得到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我们要做什么都没有问题的啦，是在这个菩萨的境界。接下来以如众生啊，以如众生就是狮子猴啊，狮子猴这个是讲佛法普度众生没有障碍啊，四受想行识五蕴这个身体啊，所以这个肉身我们观察是有四受想行识五蕴身体，然后病从口入，因苦施毒。我们娑婆世界的人所测的这个饮食真的是不健康啊，有很多很多的化疗进入我们的身体，这个化疗叫做毒，进入我们这个肉身，那么这个肉身就慢慢慢慢慢慢就饮苦食毒了，产生种种的病苦，真的是非常苦海啊。所以最健康的饮食是什么呢？简单就好了啊，简单就好了，一碗饭一个菜就好了，这样子就是最健康的。你不要以为这些现在的素食的这个菜啊，这些用这些化疗来做的真的是不健康啊，是有反作用力来的，所以你们一定要谨慎，最好呢要不要吃太多，吃太多你就很危险，对这个机器。忧能使人老，忧虑牵挂会很快让一个人这个肉身啊会变很快老啊，所以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要有什么烦恼啊，能过得去，过得快快乐乐就好了，因为我们的目的目标就要回家，回到极乐世界嘛，我们这边是观光旅游而已，跟我们无关，像我们助理点一样，助理店一样啊，助理馆啊，三天都要走了，所以在旅馆那面里面啊，好也好不好也好啊，他的一切人事物对我们好也好不好也好，什么都好啊，苦也好啊，什么都好啊，跟我们无关，我们三天都要走了，我们要回家啊，我们这佛世界也是一样啦啊，娑婆世界住，你不要以为你这只住的房子是你的，这个错误的观念你一定要改，不是你的，我们 contract 来的啊，可能50年60年我要走啦，不要啦啊，什么都不要了，通通放下了啊，所以才能够过得快乐自在的人生啊！念佛人是他的花报啊，要开得快乐，欢欢喜喜，像弥勒菩萨一样，才能够像老阿公老阿婆
欢欢喜喜念阿弥陀佛，一直是自在往生，这就是最好的。精进加慈悲，身体正常。所以清净心、慈悲心，身体就正常的了，啊，没有什么的病苦了。视信为戒，不犯错，不犯错是戒啊，视信为戒啊，所以一定要真正的啊，做到非理无视、非理无听、非理无言、非理无动啊。我们要当作我们住的地方，在家人哦，住的地方就是师父的家啊，师父的道场，我们住在佛堂，所以所有一切的东西都是不是我们的，是师父的，我们借用而已。那么我们在师父的道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依教奉行，尽心尽力的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然后用功办道啊。所以没有一个我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做如是观啊，才能够啊，所有的一切事事物物都是不是我们的，是师父的，我们要好好利用，好好保护，然后呢我们要依教奉行就对了。所以所有的一切得到好也好不好也好，都是师父安排的啊，跟我们是啊暂时而已，在这里就这样啊，有这样如实观，那么你过得一定很快乐自在的了啊，万年放下回家极乐世界。好，我们现在今天学习到这里圆满。第32愿拿罗愿生愿，第33愿光明会变愿，第34愿三坦法要愿啊。接下来我们学习到愿满圆满啊，我们读一遍：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界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三坦诸法密要，说经行道，已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好，感恩大家，谢谢大家，感恩诸佛菩萨的加持，阿弥陀佛。